去大人加油，我们还是快点离开吧，否则被狂狮大人误伤就不好了。哎，什么时候出去的？终于停止了，不要大意。我想睡觉，速战速决吧。攻击范围太广了，我们走到哪里他都能打过来。我向上飞，吸引他的注意力。叶辉，你要小心。放心吧，几个石头我还应付得了。青龙金刚，和我一起迎接挑战吧。你以为飞得高就没事了吗？我明白了，这家伙的攻击都是以抛物线的路径进行的，对远处的目标攻击性强，近处反而弱一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们就设法接近他。我有办法，大家一起聚到上空，然后再散开，一起冲过去。上吧，给他来个仙女散花。好。又玩什么花样？算了，早点解决，早点睡觉。尝尝我的厉害！不自量力。小心！林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小心。真无聊，跟我玩天女散花，还不是被我放了烟花？他怎么知道天女散花？是听觉，他的听觉太灵敏了，根本近不了身。那就让我们合体为神兽金刚进行强攻。好，示范所有的愿，神兽金刚合体。变厉害了！
看。冒烟星球。快顶不住了！顶不住也要顶！怎么样，小朋友们，抱着这个大球睡觉吧！郑丽，顶住了！陈峰，准备好，一、二。搞定也不太难嘛，这会儿得意，刚才是谁？快顶不住了！刚才是意外嘛。哎，真烦人！撞成碎片吧！大家别硬扛了，这样不是办法呀。大家移动位置试试。我明白了，他和那些石球人一样，是靠声音来判断我们的位置，也就是依靠震动来感知环境。不，那我们不发出声音，保持安安静静，他不是就发现不了我们了？那我们就来个以退为进，以退为进。大家准备。就是现在，躲到哪里去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怎么这么安静啊？难道是天堂吗？哎呀，好疼啊！你打我干嘛？你能疼，说明我们不是在天堂。你抖什么呀？我没有呢，我以为你在抖呢。快跑啊！人生真是一波三折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！你还不过来帮忙？闪开，让我来压扁他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！耶，麒麟神石！是他们！快跑，西班牙！不能让狼狈抢先，快跟上去！他会把我们一起砸扁的。别说话。
渣渣和星盘仔有危险。嘘，我们现在要伺机而动。我还没活够呢，再不让矿石大人停下来，我们全部都完了。为了大家的安危，我们可不可以先化敌为友，想办法摆脱危险，再继续抢呀？睡吧，亲爱的小狮子，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，摇篮摇你快快安睡。夜夜这不是鸡皮的声音吗？哎呀，是啊，就是有点难听。睡吧，亲爱的小狮子，妈妈的双手轻轻摇。那狮子好像开始犯困了。我们的机会来了。吵醒了，我要把你们永远埋葬在岩石中，抱岩河西。这珠子是什么东西？怎么有种被吸的感觉？打破宁静者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收！大家怎么样？完全动不了。压力正在不断变大，这样下去就糟了。你们怎么样？快帮我们，快变成饺子馅儿了。来了个帮手。五角分雷闪。好闹的家伙！